四日，两岸青年文创精品展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福州三房七巷举行，数百件作品集结亮相。展览旨在搭建两岸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，推动两岸文创产业的共同发展。此次展览以青春、活力、文化创新为主题，着力体现时尚设计、创意生活、数字文化精品，主要分为两大展区，由台湾新设计、文创沙龙、本土设计新生代三部分组成的第一区域，汇集了近50种来自台湾、上海等地的青年设计师和青年设计品牌，其中台湾作品展位颇具人气。在展览的另一区域设计生产力展区，则集中体现了一批具有引领和示范价值的设计机构的作品。这些作品不仅提炼出当代设计的创新模式以及未来走向，也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前瞻性支持。两岸青年文创精品展是2013年海峡青年节的一个组成部分，由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、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等主办，为期一周。